她是全网最令人感到恐婚的全职宝妈，每次向老公要生活费就像是农民工讨薪。你发工资你要给我一点生活费吧。你要什么生活费？你花一千，你花八千都那样，跟猪一样。卑微祈求老公半天才拿到500，这点钱不仅要用来交房租买菜，甚至还要省吃俭用从牙缝里抠出孩子的奶粉学费。因为接连生了两个女儿，宝妈刘辣椒的老公就开始了躺平政策，又买房就是便宜了别人为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20出头的年纪送外卖嫌累，扫大街觉得不体面，打零工赚到几百就去洗澡按摩，没钱时就躺在床上坐月子，半夜12点饿了就用大嘴巴子召唤术把刘辣椒唤醒，让她起身去煮螺蛳粉，点外卖永远只顾自己，吃鸡腿时连个骨头渣子都没给妻女留。只要刘辣椒敢表现出一点不满，她的嘴炮技能就开始点满。要么你去送外卖去呗，你怎么不？反正你在家又没什么事，睡觉不是事啊。带刘辣椒回农村老家时，她更是化身地主家的少爷，而老婆和亲妈就像长工围在厨房里忙前忙后，最后却连上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，只能站在一边看着家中一群小学毕业的男人们坐在酒桌上，从天文地理谈到社会发展，明明生活拮据，逢年过节才能吃到的腊肉，两个女儿还没夹几筷子，老公就炫完了一碟，最后还要把剩余的拿去送人。每当生活的怒火无处发泄时，刘辣椒就是最好的移动沙袋。可即便每天遭受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，刘辣椒却依旧死心塌地不愿离开。而她接下来的一个举动，更是看得众网友们直呼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。作为全网唯一把孩子养成非洲人的宝妈，刘辣椒的育儿方式一直备受网友争议。两个女儿因为长期不洗澡已经包浆，指甲缝里全是黑乎乎的小零食，一家七口蜗居在20平的破烂出租屋，床单因为10天半月才换一次，甚至出现了蟑螂屎，拖地时懒得用拖把就往地上洒洒水，用扫把扫两下。而她本人在出租屋没有卫生间的情况下，足足拖了一个月才开个钟点房洗澡。但刘辣椒除了操养孩子外，最令人窒息的当属对老公深沉的爱。一个月只给500生活费，她却感恩戴德，自己只是花30剪了个头不敢回家，理由是怕被老公骂浪费钱，攒了很久的钱给老公买上千羽绒服，最后却被对方嫌弃款式老土，眼光差劲。回老家时因为受不了温差被冻得瑟瑟发抖，想烤烤火，其老公又不耐烦地警告她入乡随俗，不要多事。即便老公夜不归宿打电话关机，刘辣椒也只敢默默地咽下委屈，不敢问太多。但她的容忍并没有换来对方理解，就连两个女儿也没能得到充足的父爱。在大女儿第一天上学时，爸爸甚至都懒得起床，听到学费两个字时直接用一句没钱打发，甚至还打算用女儿的压岁钱交学费。小女儿大冬天光着脚满地乱跑，她却躺在床上仿佛四肢退化了一般纹丝不动，唯一好声好气对刘辣椒说话的时候只有不停洗脑要她生三胎。看得众网友不禁感慨，女孩子真的要把书读烂才不会跳进火坑。对此你怎么看？欢迎留言讨论。